喝点食材放。它这个就是没有那个板的了，没有那个升降板的。这个原来是免打的，免打其实就是前人送死啊，但是它的十字有问题，十字是有个台板，就是板升上去它。这一组肯定可以。这个还没出电。哦，这个电我把它打下来了。哦，你才够。还可以低一点。没事，可以踩够。你可以踩一下，看应该下午就可以。刚才没复位，八下来，九下来，九下来，对，九下来，你再雷几下，看怎样。没有，我刚才复位了，把它。响是肯定会响的。对，重新来一下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那个气缸可以伸出来进去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那我这里要重新复位吗？对，你再重新复位。OK。叫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复位了呗。复位吧。吸一下好了，等一下。哇，一发现那就。这里看的话，这个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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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有的不打也行的，这个不打不行也行的，看厚度的，要不要打？不打也行。1230，中间吗？包住的不好的话，你那早已砍进去了嘛，一下子跳出来了。对，它这个槽这个不标准。它这个你这个槽，这个槽啊，做的标准呀。这你能卡着。
这里啊，你这里那个胶，那个胶带就从这里线这里骑过来，这里就放平，你看到吗？明白吧？你要贴吗？我给你贴吧。贴在点。贴嘛，看什么？擦一下嘛。然后我这里呢，它是做18次之后，嗯，这个报警器就会响。你看这里呢，是有一个那个插头，骑到这个边。光线，光线，反光啊，加强好不好？可以。撕掉，一个人不太好搞。哎，我帮你摁一个，你这撕，把这个撕掉，对不对？啊。把撕掉，我再能，再用这个转，看到没有？转下去，它不是直接贴上去了吗？这不要外传的。你这样解决不好，那你有你那张照片在哪里？这里，我刚才给你那张照片。